女儿儿子对爸爸有吸引力，可是呢吸引力到变溺爱，搞不好连妈妈都受不 了，对不对？哈，会吃醋吗 ？Kiki， 会啊，因为而且我是女儿，人家都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真的。对，而且你知道我女儿现在会讲话，她叫潘老师说老公。Oh my god！ 老公，我说哎，这是我老公，不是你老公。哎呀，真的哎，我女儿不一样，学我啊。都会跟我说你老公吼什么什么嘞，他会讲你老公，他不会讲是我老公，也不会直接叫老公啊，你的会哦，他就对，所以你女儿已经知道他不是他亲生的爸爸，不是啦，不是员工呢，好像是你的男朋友一样。欢迎豆豆跟小可。接下来第二回合，爸爸对孩子太溺爱，连妈妈都受不了了。疼爱小孩本来就是爸爸应该做的事情。有了小孩就跟有情敌一样，老公对小孩讲话的样子，连我都吃醋了。龙哥，我们来看一下，听说每天都想陪小孩玩。就对啊，哎呀，就要跟小朋友尽量互动。他那女儿真的好可爱啊，那个眼睛真的好黑哦，超像龙哥的。而且我在高铁我也陪他玩了一阵子。哦，对对对，因为他因为坐车可能会有一点哭闹，对对对。还好啦，我觉得他还好，还 OK 啦，对，其实算很好带，对啊。而且我觉得算识货，看到美女啊，哇！啊，对他喜欢，对我女儿很喜欢漂亮的女生，只要抱她什么，她就很乖这样子，对对对。哦，谢谢啦哈，不会不会，识货识货。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有多喜欢陪小孩玩呢？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真的很认真呢，就对他那个刚制作单位说啊，你还拍鼓给他听，不是、啊、他那个是他吃的饼干啊，你有拍的，对对啊，我就用拍节奏，然后他就会慢慢的习惯那个节奏那个声音。啊，你们家老公呢也是这样哄完小孩？非常夸张，白桦油才三个月的时候，他就跟我在我的面前，然后两个人隔着我在那边眉来眼去，然后白吉生就自己在幻想说，你看你女儿三个月在对我放电。我说他现在还是个大瞎子哎，他哪看得到你？他只看到一个形体而已，还放电嘞。然后他就说没有，他跟我哭的声音都特别的有感情。然后我说啊，不就是饿了，不就是湿了，尿不湿了吗？哪里来的感情？爸爸自我感觉，爸爸真的会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有没有他的画面？有有，我们看一下。白桦油呀，白桦油呀，白桦油呀。拜拜呀呀呀呀呀，开心心心开开心心大开心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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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讲 Ben 之所以会把头发剃光，是因为他女儿在三个月的时候剃胎毛，他说我要陪女儿一起剃头发，所以他女儿的头发去做了胎毛，比他的头发就丢到马桶里面冲掉。对，他就说不行，我不可以让我女儿同样胎毛比剃完，然后那个人再帮他剃。没有，他自己剃的，就当天晚上他就决定要去厕所做一件事情。嗯，他就说老婆我要去做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然后他就说没关系，我先去做。然后做完他就出来了。那你女儿现在会叫他了吗？现在不会，现在才四个多月而已，不会。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女生好像对爸爸也会特别有感觉，因为我儿子是完全。儿子会叫他了吗？儿子会，儿子其实比较黏我。然后女儿其实我真的觉得到爸爸的手上面，然后看爸爸的眼神就是不太一样，对。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可能给保姆就是照顾，然后到可能工作结束九点多接他回来，那小朋友其实照理说那时候十点已经要睡觉了，然后 Ben 就会特别不让他睡觉，然后特别像刚刚一样他很想睡觉，对不对？对，硬要把他挖起来。他真的蛮想睡觉的，他很想睡，而且他是可以秒睡的那种，他就说看我一下，拜托你看我一下，十分钟的对看他都很觉得很爽。哦，那女儿呢？就
就会我会一直跟他玩，因为他现在刚好十个月嘛，然后跟他玩一些有互动的东西，超好玩的。然后就在滚球，就是我们家做的那游戏店，然后我就滚过去，然后他不是很稳，他会丢出来，我就接住，然后我这样可以滚半小时，就觉得我很好玩。他每一次对我都觉得他可能会丢到空中，可以刚好接住这样子，对。可是他每次都这样咻咻这样乱跑，对。可是我想说，我总有一次会刚好丢到，我就这样，我就说哇好厉害哦这样子，对。可是半小时从来没有一次是刚好这样，对。OK。可是我觉得就很开心，对。康哥是儿子对不对？啊，我对。哦，儿子会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开心？有啊，还蛮感动的。拍电影的时候就长期在国外嘛，然后我太太有时候会打电话来说啊，儿子发烧了。多大了那个时候？那时候两岁，一岁多吧，两岁。然后就会传说现在是37度多少，现在38度多少啊？等一下说36度多少啊？又变38度，那你在外面就是不能回来。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就赶回来，然后我赶回来的时候他是38度多。我那个房门一打开，我儿子就看到，就说：“爸比辛苦你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难怪很多爸爸都说自己的孩子是神童。其实每个小孩都有那个很厉害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一岁多为什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妈妈教的好。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很感动，就很想哭这样子。而且他又跟我长得其实还蛮像，因为我们家哦，没有，你肯定他比较可爱呢。对对，他是可爱，但是他的嘴巴跟我还有我太太，我们三个都是厚嘴唇，都是香肠嘴啊，有一点龅牙，所以我们睡觉嘴都是这样。然后我你确定等一下，康哥，你确定嫂子想要你这样子讲？没有关系，没有，镜头莫名其妙，没有，康哥会说嫂子的嘴很像那个鸭嘴兽。对啊。然后他就是到现在，到现在我儿子还在流口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妈说我幼稚园都还在流口水，那是嘴型的关系，不是我们看到什么色情的就会流口水。对，然后我儿子现在就是看到我跟罗时丰有主持一个那个有台的那个歌唱，我是美猴王，对对对，然后旁边有三个都穿那个辣妹，就那种小咱们跳舞，我有发现他好像有生理反应啊，他只有两岁多而已，是啊，对。好像有，那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我亲生的。我们看一下，康哥，你是算这样算老来得子吗？45岁，四十五岁，那是我，因为哎，好像哦，因为旁边那一个脱线哦，是我那个车子那个动画是你配的音，哎，对，所以我的生日就做一个这个，他也认识脱线嘛，然后。最旁边那边又是另外一个，对，然后我太太不知道去哪里买了这两件衣服，就是让我们父子，就是买同一块布，然后把它裁成两，因为同一天生日，所以有两个蛋糕，对，可爱哦，棒哦，其实真的很像，对啊，对啊，其实蛋糕那个是模仿李炳辉，好，谢谢，请回座，哎呦，女儿还小，老公就有假想敌，我觉得老公们其实都会，就是现在。尤其是像No哥啊是女儿，然后品文哥是女儿，只要爸爸在想说可能你自己的小朋友还不满一岁两岁，你就是想说如果他18岁跟你讲说爸爸我要结婚，或者是我认识一个男生，我觉得我可以为他生孩子，爸爸一定会当场变脸，杀人，真的会杀人哦，而且有一次我跟No哥讲说，我就说No哥女儿很漂亮，那不然你就白开水在嘛，我就说不然就叫爸爸，然后他就说嘿嘿 No哥就说嘿嘿嘿嘿，你又不要生女儿，你生女儿我也生儿子来弄他，就是他都是笑着讲哦，心里已经想说怎么那么可怕，对，太可怕了吧，已经想到以后一定要生一个儿子来报仇，哎 ，No 这样太自私了，怎么说？对啊，因为他以前都专搞别人的女儿嘛，他怎么现在自己的女儿？我真的觉得，就是男人到了瞬间才会体谅，就是岳父在看自己的那个仇恨的眼神。可是以前高大哥在的时候，高凌风嘛，我就问他说：“你女儿这么漂亮，
如果我没有结婚呢，那时候我也没结婚，我跟他是等于哥们嘛。我说你会把女儿嫁给我吗？高大哥说，当然嫁给你啊，给自己人总比绕着。什么鬼啊？人这么好，因为高大哥是觉得我，就是说觉得我很好，人品不错，这样呢还可以陪他吃吃喝喝。啊，你如果给所以我觉得高大哥就有这个雅量啊。对对，他来跟你讲啊 ，NONO。NONO 是没有啦。对啊，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小嘛，所以我们都是一切都是幻想，都是自己的想象，规划他的未来。等到小孩长大，就像我老婆长大一样。就是我会想尽那个办法跟我岳父求，就像我以后女儿的另外一半，他也会用那个同样的方式来。海军那么年轻嫁给你，哎，真的。我也对啊，我也很帅气。年轻也是我去，订婚也是我去，对，结婚也是我去，对，我就哭了三次，好像我在娶媳妇儿。哦，对，真的。小可谢谢。听说连小男孩送女儿花都不准呢。对啊，就是潘老师现在对，因为他也是。我老公是50岁才我们才生 baby 嘛，然后他对他就是呵护有加，然后我常常都会笑他说，反正你就是以前欠的，以后都要还的。他为什么会讨厌？就是我小朋友有时候去公园玩，然后我们带他去河滨公园，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大概也3岁4岁，然后他就很喜欢我女儿，他就摘了路边摘一个野花来，然后就要送妹妹这样。那我女儿也不懂啊，就拿了很开心，就我老公就气到他想把那个小孩子丢到河里去，他觉得，他就一直跟我女儿说，不行，男生都坏坏，那个男生很脏，你不可以跟他玩。那我就觉得他现在也太那个，就是对于这，对啊，太保护小孩了吧？这是什么画面？真的，这个是那个蒋伟文的小朋友。这个瞬间崩溃。对啊，你老公不在现场，而且他说你再也不可以跟蒋伟文他太太出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说可是你老公很壮，但是蒋伟文很高大哦。而且我们常常跟康哥啊，还有康哥就玩嘛，然后他就一直跟我女儿说，不行哦，他们的爸爸都是浪子，这些是小浪子，你又不可以跟他们交往。他还给他洗脑。OK， 好，潘若迪对潘朵拉讲话的样子，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哎，也那么开心啊！来，再一个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哎呀，哎呀，好棒哦！来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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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好，来来，开心。哎，太会笑了吧！你女儿笑点很低哎，因为你老公算我们里面不好笑的啊。不是啦，不是小孩子自己会发笑啦，不是说他讲笑话给他。是爸爸长得太滑稽。好，那在教养的过程里面，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王彩华跟洪品文。好，就是啊，因为我非常注重，因为我们家两个都女儿，而且长得亭亭玉立。对，然后一个就是将来未必一定是像蔡依林的大女儿，然后小女儿呢，就是她常常在洗澡的时候突然间会讲说我是谢金燕这样子，所以这两位我一定要好好的栽培一下。对对对对，所以呢在餐桌礼仪我非常的注重，吃东西不能有声音，然后也不能滴到桌子，而且呢你要舀汤一定要靠近一点，然后这样把它舀，不能滴一个都是，这样就会觉得看起来脏脏的。而且吃完饭的那个嘴巴嘴角一定要擦干净，但是我的女儿就很皮，有时候也常常忘记，所以我就会很生气，我就会念她，我说婷婷你怎么老是都这样子呢，吃的满桌都是，你的碗旁边都是饭粒，然后滴的，这样我就很生气，我就一直念，然后一下子就变成妹妹也是这样子，我就很生气，我说一凡你长得这么漂亮有什么用呢，你这样子出去然后你吃东西整桌都这么脏，请问你空有外表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这个天生的这个外表是妈妈生给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让你的外表跟你的内在是一起的，不可以这样。然后
我老公就会念我说，你干嘛对小孩子这样，他还小你就慢慢讲，可是你讲了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三次讲了四次到五次，你会不会发疯？会嘛，对不对？怎么不会？原来教小孩你也配合一下，怎么开心啊？不是啦，啊，人家教小孩你也要配合啊。是啊，其实妈妈就是一个不好的示范啊，像我老婆姚汤，她也是到现在还是都低着脑袋都吃啊。这样啊，我都很注意。我跟你讲，从我认识我老婆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说，你舀汤的时候那个碗要靠近我们那个，对不对？近一点，对不对？然后汤匙舀上来的时候才不会，对不对？有那个距离会低。是啊，你讲了一次我就有听啦。我从此以后我就都有记住，然后就教我们的女儿不可以这样子，这样有什么错吗？对啊，是应该要这样子。不过我大女儿真的蛮奇怪的，她长得真的蛮漂亮的。对，自己这样讲会不会不好意思？是是是是，没关系。那想你说想浪漫一下不行，女儿说出去就出去。不是，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公都很忙啊，之前啊，然后就是每次通告啊活动这样跑跑跑，那有一天我就说老公，我们明天呢、啊、看可不可以，你有空吗？他就说有有，怎么了吗老婆？我就说明天呢、啊、我们不然这样好了，就先去吃个饭。然后再去看电影啊，看完电影然后再去磨铁啊，干嘛的？就已经想好了。你们不是都吃斋念佛了吗？那时候还没有阿伯这轻啦。加斗斋呢啊？加个斗斋呢？加菜加个斗斋应该啦。哎，我们是夫妻哎，对对对，这是正常的嘛。然后我就想说啊，就来浪漫一下，因为有时候在家里也不方便，对，因为小孩子就在楼上，然后有时候我又很难控制那个音量，对。讲好戏啊！哇，可以播了。哦，赶紧哦，不赶紧哦，歌手歌手怕公狗哦。不是不是，阿龙就想说，那偶尔去进一下磨铁，这样子 OK 啊？对不对？大概因为你这边啦，爱隔壁啦，爱安尼都弄掉。你电视卡细声都。然后呢，就啊，我就说啊，这样好吗？然后我老公说好好好。然后睡起来的时候，我就先我想说他还在睡，就难得这么，不然让他睡一下，这么辛苦这样。然后到下午了还在睡，我靠，那这么困，你是多久都没困啊？你以后若往生哦，要困做一次困好啊，那你这么一直困。然后呢，下午他好不容易起来，我就说老公怎样，要不要一起去啊？这样子，他说啊，可是我有点累这样。然后有一点累，然后假装头痛，不是假装头痛，他假装他的腰很痛，很酸，腰酸腰痛，对啊，大家拢靠腰的理由就是腰痛嘛，对。然后我就说啊，怎么这样子？那就不要去啦。他说哎呦，真的不好意思啊。结果晚上我女儿回来的时候，我说爸爸，我明天要去哪里玩？你带我去游乐园玩，那什么小人国？他说好好好好，我带你去玩。这样子，隔天早上我们那天就没有去浪漫啊，就隔天一早他就把女儿。挖起来，我们看一下照片。哦，很好啊！哎呦，腰好好，还可以学活起来。对呀，可以半蹲，这腰力不错嘛。对，就前一天说腰痛，然后第二天可以这样子拍照，马上好。对。哎，这个是去那个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对对对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去玩的时候，我老公有一个坏习惯，他每次都叫我拍照。你看，然后他就跟女儿来来，你帮我们拍照。帮他们拍照，好像把我真的就是，哎，我的专门的 hip 熊啊嘞。对啊，不能。对，好像把我当做局外人，所以有时候真的会很生气，对，就会吃醋。是吗？为什么不单独带老婆出去？没 feel 哈？没有啦，因为啥？是啊，马博，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要那个情境嘛，对不对？气氛到就自然而然嘛，对不对？那你都好像是做那什么功课表，好像说今天几分要干嘛，其实。你看我两个女儿都是，哎，老公时间到了，那尤其我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可能要设计一下。我老婆是看时间哦，看排卵期，然后我那天还重感冒哦，她还下夜叫我加班。哎哎，这生小孩啊，你不是喜欢小孩？然后我请医生帮我们算了排卵期，刚好那两天是很重要啊，你给我生什么病啊？没有重感冒哎。啊，那我当然要把你叫起来，该做的还是要做。那以后时间还是有长啊，你这样小孩一生下来，生出来小孩就感冒了啊，对不对？一出生就感冒，会传染啦，那个感冒会传染啦。彩花都照 schedule 来就对了。哦，那你这样会觉得好像他一板一眼那样的。没有，我也是要有气氛的哦，没有气氛，我其实也没有那个感觉。是是是，各位大声，好，来，请回座，请回座。哎呦。
那这边的 Kim 啊，你们都怎么疼自己的小孩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很怕听到我女儿哭，会很心疼。像有一次是我早上开车带他们去那个打预防针，那我要上班，已经快迟到了，然后我开到一半，我女儿就在哭，然后我就马上把车停在路边，然后下去哄她，她睡了之后我再去上班。然后像有一次我下班回去已经很累，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今天很累，我不想讲话，我要睡觉，因为我隔天早上六点要去开会。然后她说好，结果我睡到凌晨三点多，女儿就开始哭。然后就马上跳起来，就开始抱他，一抱就抱了半个小时。然后抱一抱，他精神就来了，然后就把灯打开，把他放在床上，然后开始唱歌给他听。唱歌给他，然后他超气的，他还把我拍下来。他唱《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唱这首歌给他听。然后他回到家，我就说，想要跟他聊天，他说我今天很累，我不想讲话。然后女儿一哭，他就会把他抱起来，然后摇了两圈，然后放在床上，然后唱歌给他听。是我最深爱的女人。你有最美丽的嘴唇，你拥有最动人的眼神，你带给我幸福和快乐，我是你最深爱的男人，我的爱绝对是永恒，做什么都值得爱上了一个人。你说这首歌让我想到我太太啊，嫁给我之后，她还跟我说，我以为我嫁的是永邦，我长得有像永邦吗？因为他有一点像，有一点像。对啊，一讲话发现是康康。对，他说我跟永邦以前他会分不清楚。哎呦，对啊。阿嘉呢？我是。小孩子就是在逛街，跟我老婆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什么衣服什么要适合小孩子，或是觉得他穿起来可爱的，就是二话不说就是一定会买，对啊，即便他就是亲戚朋友可能送的衣服，他原本数量就已经够穿了，但是就没办法会忍不住。然后我们有一次去逛 B&Q 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那个鸟巢那种椅子，那天原本我女儿就是心情不好吧，就一直哭一直闹，结果放上去之后，她突然很开心，这样手舞足蹈的。马上把那个椅子扛回家。哇，真的，那没有办法，那就是会让人家心很柔软，对对对，对不对？好啊，不过别忘记啊，不要只顾小的，忘了好不好？那大的，大的，没有说大的，大的好不好？哈，也要好的经营，大方也要注意，要不然你不在的时候，他就虐待小孩。对，呀，我今天非常开心啊，看到。我们的大导演就要产生了，是啊，十万火急，1月16号，OK， 1月12号是首映，对不对？哈，那大家一定要去捧场，好不好？一定要，一定要。不然你想想看，借个行李箱都600，对不对？哈，你是不是应该买3张票？哈，好不好？一定要去看电影，算一算是不是真的有10个。行李箱是不是刚好真的有10个？对对对，要注意看一下。大家来找茬。OK， 好，谢谢，谢谢，谢谢。